吴继兴啊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新北市啊，芦洲中山一路哈、啊，跟三民路的交口附近哈、啊。我是吴继兴啊，我们今天早上是7:21，9月13号，2011年，我们举办哈、啊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上班的活动哈、啊。我是吴继兴，我们认为哈、啊。 保罗·克格曼教授哈，在《纽约时报》撰文哈，他认为欧洲银行应该采取哈货币宽松政策，也就是微通膨哈，提供货币的供给量来解决意大利还有西班牙、希腊资金短缺的问题哈，刺激经济成长，解决失业问题。我们认为。 克格曼教授看法是正确的，我们认为美国也应该试着在提高那个currency 货币的量哈。那台湾我们也面临这方面经济financial austerity 的问题，就是财政紧缩的问题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上班哈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诉求，是由政府要拿出对策哈，世界各国政府。 谢谢，我们现在是在新北市芦洲哈三民路上面，非常感谢哈，今天要上班了，哎。